皇上的旨意，谁也不准开门。这，他们把叛逆快杀光了！站住！吴六一和班布尔善，究竟谁在篡逆，谁在护驾？你拿得准吗？这，臣吴六一已将奸贼全部剿灭，快禀报皇上，打开宫门。打开门。臣吴六一叩请皇上圣安。鄂必龙在吗？这臣在。鄂必龙，你不是想在朕和鳌拜之间保持中立吗？这次朕仍然让你保持中立，朕令你依律审理鳌拜案，务要公正持中。遵旨。廷敬啊，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没见你言语一声啊？启禀皇上，皇上英明果断，除掉祸根，正是满朝文武期盼已久的事，也是咱大清的鸿福。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唐熙，快杀了我，老夫宁死不愿受辱。康熙八年三月初七深夜，你与班布尔善等六人密谋篡逆，当时你们每人掌中写一册，内五只巴掌上写的都是废字，
唯独你的掌心写了个隐字，就冲这一点，朕不杀你。压下去，扎！康熙，走！你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快走！快杀了我！此次剿除乱臣贼子，韦东亭，臣在。吴柳一，臣在。蒋驴子，臣在。李朝阳，臣在。张老三，臣在。马武，臣在。你等护驾有功，舍生忘死。穆子熙更是恶战不屈，直到身亡。着吏部从重一奖，谢皇上。郝老四出列。奴才在。斩了。禀皇上，郝老四是臣的少年兄弟，此次灭贼他也是赴汤蹈火，臣愿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。东亭啊，朕知道他是你的兄弟，但他早已投靠了班布尔善。来呀，奴才叩请圣安。平身。谢皇上。说吧，你告诉他们。这奴才实为五品御前侍卫，两年前奉皇上密令潜入魏东亭府上做看门人，并暗中监视魏府一切行动。魏大人忠心护国，白璧无瑕，而郝老四自从入宫之后便被班布尔善重金收买，成为奸贼的内应。压下去，斩了。皇上冤枉啊！皇上，奴才冤枉！皇上，奴才冤枉啊！奴才有眼无珠，竟然认贼为友，罪不可赦，请皇上治奴才渎职失察之罪。东亭啊，你不要怪朕不相信你，那时候朕自己的性命尚且不保，岂敢相信任何人？但是今天朕确信你是位忠臣，你不要怪朕呀。奴才岂敢，奴才谢皇上。施主万福，贫僧行事。施主万物如此，贫僧并非佛祖。大师，朕万万想不到还能见到你。见与不见，在心不在言。施主龙庭饱满，气宇轩昂，贫僧十分欣慰。啊，不知施主可想看看贫僧种的稻子？朕特为此而来。哦，哎，这边请。啊，是大师自己在种地吗？所谓种地，其实是贫僧自己种自己。贫僧便是一棵草，一棵苗啊。大师，北方也能种水稻吗？贫僧是种了五年都失败了，今年是第六年，贫僧改良了种子，看来渴望成功。请施主秋天再来，那个时候贫僧便能请施主喝一碗稻米粥了。大师，这么多年了，您含辛茹苦造福未来，朕既感愤又惭愧。施主诧异，贫僧散伴群山，日守星月，心如止水，何苦之有？贫僧只盼着世上人天天都过太平日子，家家餐桌上都有喝不完的粥。贫僧能做一点是一点，待到圆寂时从容入土，化入大千世界。大师对朕可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施主贵为天子，所谓天子在贫僧看来乃天道之子，当是祸福如草芥，掠水火如平地，亲近万物，奉行天意啊。是，而天意不在高处，而在低处，天意就藏在民心之中啊。谢大师教诲，朕铭刻在心。
哎，苏麻，为何直到现在你才领朕来这儿呢？皇上，秦痴身患重疾，命不久远。武先生，啊，苏麻，你这是？武先生，请随我来。啊。龙儿。啊，这是皇上。在下武自由，叩见皇上。啊，小友龙儿给武先生行礼了。庶生有眼无珠，不识真龙天子，亵渎天威，望皇上恕罪。快起来，朕前一阵子忙得紧，一直没去拜师受教，惹武先生抱怨了吧？跟你说实话，朕一直盼着这一天呢，把你堂堂正正的请进宫来，与朕聊个痛快。苏麻，啊，快去给先生上茶。啊，是。武先生，武先生，苏麻是朕的内宫侍女。怎么样，光彩照人吧？皇宫中的一切都是光彩照人。来，这边请。啊，吴先生，明珠早已看出朕是皇上，而你却始终不知朕之真容。你呀，能将天下大事看得清清楚楚，为何就看不清身旁的学生呢？书生木讷。你不是木讷，而是不善此道，不善于察言观色。朕最喜爱你这一点。皇上，少年英主，果敢聪慧，一举歼灭鳌拜乱党，弹指间鼎定天下，独掌朝政，在下钦佩万分。剿灭鳌拜也有你份功劳啊！朕从跟你谈古论今之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。啊，朕想啊，还好你不知道朕的身份。来坐。如果知道了朕是皇上，会不会变得谨小慎微，笑也不敢开怀的笑，骂也不敢放胆的骂？三思而后语，伴君如伴虎呢？皇上说的对，在下情愿永远不知道龙儿的真相。吴自由，朕决定厚厚的赏你。朕已决定让你进宫，出任吏部侍郎，官居三品，并赐你为太子少保、尚书房帝师。今后，咱们便可以朝夕相处了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恕在下直言，当您是龙儿时，我可以无拘无束，肆意谈吐，笑天下一切可笑事，骂天下一切荒唐人。你我虽然身居斗室，却盘膝对坐，以茶当酒，忘却世间宠辱，不见官场恩怨，只有彼此真性情。那时的龙儿真是一派天真，可敬可爱啊。朕也怀念那些日子呀。可如今您忽然成为皇上了，既然是皇上，就不再是龙儿了。无论皇上多么礼贤下士，我仍然觉得天威当头，仿佛芒刺在身，快石在喉，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快意人生了。龙儿，一旦知道您是皇上，你我的师生缘分已尽。我本是布衣山人，不愿进皇宫高堂，还请皇上放我重归江湖。我愿在民间开学讲道，为皇上教化人心。皇上，让他走，别理他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苏麻。
吴翠欧。在。你的话没错，是朕看错你。皇上，在下不敢冒犯。你已经当面抗旨了，还有什么不敢冒犯的？再说，朕虽然比你岁数小，却也不是玻璃人，碰碰就碎了。朕虽然生气，唉，但还是佩服你这副书生性情。将来你倒霉了，还是可以来找朕的。谢皇上体察之恩，在下即使远在天边，心里仍然想着龙儿。这话听起来就顺耳朵了。吴翠欧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只管说出来，朕都会答应你的。皇上，无论你是要人还是要物，你都可以说出来。有话现在就说，晚了，朕可能会后悔。谢皇上隆恩，在下一无所求。吴先生，你且去吧，朕还有事。别忘了给龙儿写书信啊。皇上多多保重。先生保重。朕准你送到宫门。是。吴先生。不要我，素儿。龙儿说，我看不出他的天子真容，他说错了。我虽然没看出他是皇上，但我早就看出，他喜欢你。你胡说！太皇太后早就下过言旨。只准我把皇上当主子，当弟弟，不准我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宫里的女人多了，皇上要谁有谁，我算什么？可他确实舍不得你，苏妈。如果他只是龙儿，我敢和他争夺你。可他是皇上啊。我就不敢争了，皇上也是人，也会恩仇必报。即使他现在放过我们，将来还是不得安宁。吴先生，苏妈，天地无数有情事，世间满也无奈人。我吴翠欧如有来生，你我再寻相会吧。终生享用不尽，为何夜夜如此？朕有时候
真想成为你手中的丝线，也被你织成千丝万缕。月明星稀，风高物燥，各尽人手。龙儿小友，这是为师最后一次称你龙儿，也是最后一次同你笑谈天下。从此以后，你我尽欢而散，天各一方。龙儿小友，你今年只有16岁，天资聪慧，龙体强健，皇权独掌，重臣一心。为师斗胆展望大清未来，认为康熙皇帝有望成为中华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。皇上得天时而行仁政，有时间与雄心，为天下人创造一代康熙盛世。如今大清有三大隐患：一、三藩割据；二、河工不治；三、漕运阻塞。这三大隐患尤以三藩割据为首患。皇上若能在20年内根除这三大隐患，则天下大定，四海称雄。苏麻，拿笔墨，明珠，搬凳子。是。这。三藩、河工、漕运，苏麻，朕这6个字不准抹。朕要天天看着他，夜夜想着他。20年后，看朕能不能做成这3件大事。是。明珠啊，朕要是留下伍思友吧，他不开心。现在他走了，朕不开心。此人虽是一介书生，但目光远大，雄视古今。可算是一个布衣天子啊，你要多动动脑子。皇上，奴才明白，奴才这就去办。要办，要抓紧办。这。皇上。嗯。你要杀伍思友？谁要杀伍思友？明珠，回来。皇上，你为何要杀伍思友？皇上，这不是奴才的心思，是皇上旨意啊。朕什么时候说过要杀他呀？皇上，您刚才说伍思友为布衣天子。皇上，自古以来天无二日，事无二主，您刚才还让我快办，让我抓紧办呢。明珠啊，你聪明过头了。朕的意思是让你这个翰林学士多学些那位落榜的年兄，多动动脑子，替朕多出些主意，办好这几项国策。奴才糊涂，罪该万死。退下。这。回来。皇上，奴才没走呢。以后啊，你少说罪该万死之类的鬼话。人只有一条命，死一次就够了，哪能死1万次？这。下去吧。皇上，那
奴才走了。五次有多了些刺儿，明珠多了些油滑，他们两个人呀，要是能融合一下就好了。你只管看吧，这信上没有一个字提到你。是，他心里只有皇上，朕心里却有你。吴自由有句话说得对，他不会再回来了，而朕必定成为一代圣君，创造康熙盛世。苏王，你还等他干什么呢？丫头啊，你给我梳头，又让我想起童娘娘来了。从前呐，她也给我梳头，可惜呀，当上太后没几天呢，她就先逝了，真是短命啊。童太后贤惠仁慈，丫头啊，时常想念她。哎呦，你心眼真好啊，可是你不觉得？你梳头啊，比他试样，有耐心。老祖宗夸奖了。哎呦，又多了那么多的白发，老了。你说，有人说呀，咱们女人头发长，见识短，你说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要我说呀，咱们女人呐，不仅头发长，那见识也长。哎呀，这么多年呐，你也历练出来了。你说在宫中，你也看得出，不管是那犄角旮旯，还是在门后，那都藏着多少心眼儿。就连那苍蝇蚊子，都会咬口舌。丫头不管人家说什么，只要有老祖宗在，丫头什么都不怕。你这么信我？哎呦，在这个宫中啊，做人不容易呀，做女人就更不容易。你就说熬到了太后、太皇、太后又怎么样，一样有苦恼，你说呢？就说那些榆木脑袋吧，说多了他又听不懂，不说吧，我这心里头又搁不下，哼，千难万苦，我就得啊硬撑着。要是老祖宗都硬着头皮撑着，那我们做丫头的还不把头缩到肚子里去了？丫头啊，你果然是历练出来了，你看人看得透彻，看来呀，我还真得赏你点什么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苏麻呀，在。你一直都叫我婆婆，可是现在呢，我改主意了，从今往后你叫我太婆婆。太婆婆。嗯。来，丫头。哎呀，这些年呐，你侍候皇上，有情有义，无微不至。我呀，左看右看，相信我没看错。你呀，是皇上身边最可靠的人。我呢，已经下了一旨，把你呀许配给皇上，册封为德妃。从今呐，你就是我的孙媳妇了，也就是宫中的主子了。怎么，丫头，你不谢恩吗？谢老祖宗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这儿呢。啊，皇上，大喜呀！洞庭，什么喜事啊？太皇太后刚刚下达懿旨，把
把苏麻许配给皇上了，册封为德妃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哎呀，这老祖宗怎么一点风声没透给朕呢？但老祖宗最知道皇上的心思。哎，我说这半天怎么没人给朕上茶呢？原来苏麻躲起来了。可不是嘛，这么大福气啊，做奴婢的一时半会儿的哪能消受得了啊，还不找个地方猫着，不好意思见皇上。是吗？朕倒想早点见到他。哎，主子，奴才知道他猫在哪儿，去看看。哎，人在里面。苏麻，把门打开。朕瞧你来了。苏麻。皇上。苏麻，这是老祖宗的懿旨，连我这当孙儿的也得遵循啊。不过朕是真心的喜欢你，朕愿意跟你白头偕老。皇上，苏麻只配做奴婢，不愿当妃子。哼，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伍自由啊？你想等他一辈子？苏麻是喜欢过伍先生，可是他走了，奴婢的心也死了。苏麻这辈子不嫁任何人，更不想当什么贵妃娘娘，苏麻只想平平安安的做宫女，老老实实的伺候皇上，别的一概不想。老祖宗，苏麻拉姑册封德妃的事儿是不是还紧人？为什么呀？她病了。此时行聘嫁之礼，孙儿觉得不太吉祥。是心病吧？莫非他心里头还惦记着那个书生？那倒也不是，他做奴婢做惯了，一下子成了娘娘，做了主子，只怕他受不了这个福气。孙儿啊，我看你呀，真是不了解女人呐，她那是矫情。当然了，又欢喜又害怕，其实他心里头啊巴不得呢。是啊，孙儿啊，一个女孩子家必须对皇上又爱又怕，那才会把皇上当成自己的命根子。册封的日子不必改变，你放心吧，到时候啊，我担保他打扮得金枝玉叶似的，高高兴兴地出来受诰命接金册。老祖宗真是圣明，几句话就把孙儿点化开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东平，你来干什么？奴才来给娘娘请安了。你要是再叫我娘娘，我就一头碰死在你面前。哎，苏麻，你别动怒啊！我不敢。是不是皇上派你来看？是。东平，在这皇宫，我有一个弟弟，那是皇上。我还有一个哥哥，那就是你。你们俩是我在宫里最亲的亲人。我只是个奴才，怎么敢跟皇上相提并论呢？东平，我进宫的时候，老祖宗就给了我严密，说皇上是我主子，又是弟弟。这些年，我对这主子一直当成弟弟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东平，你懂我的心思吗？懂了。我原以为是武先生的。我和武先生已经没有恩怨，你不要再提。我不愿意当妃子，那是因为我瞧够了嫔妃的心酸。这些当娘娘的，表面上又尊贵又风光，
可是内地里，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，在梦里都在争宠。你看鄂娘娘和佟皇后，争了一辈子，到头来都没活过三十岁。他们真够惨的。我实在是怕过这种日子，我只想做公母。再说，皇上是天下人的皇上，不是自家的男人。妃子只是用来传宗接代的。皇上要是喜欢你，就来看看你；不喜欢，就撂在一边。一旦圣眷衰落，连太监都瞧不起你。可不是吗？骆家的风光不如今。皇上待咱们算是恩遇了，可是他为了保住皇位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列鳌拜的时候，不是连你都监视上了？你可是和他从小一块长大。苏妈，你别说了。连你都害怕，干嘛还把我往火坑里推？苏妈，册封你当妃子是老祖宗的恩典。几十年来，凡是违抗老祖宗的人，没一个活命的。你可要三思啊！我懂你的意思。老祖宗给丫头一个天大的恩典，可丫头却不识抬举。老祖宗为了维护宫里的规矩，不得不把这个丫头办掉，以成后人。苏妈，我进宫的第一天就禀报过老祖宗，我苏妈族里的人都死绝了，我苏妈就是全族。那天武良夫要用石灰把我烧死，是老祖宗救了我。如今老祖宗要杀就让他杀吧，苏妈拉弓宁肯死也不认命。皇上，奴才已经敲过两次门了，苏妈就是不开门。再去。皇上去。就是绑，要把他绑来。这皇上，老祖宗来了。皇祖母。孙儿啊，时间快到了吧。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一会儿苏麻就会给老祖宗磕头去的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是高兴吗？我来凑个热闹嘛。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啊都想起什么来了？皇祖母想起当年自个儿出嫁的事儿了。孙儿啊，你是够聪明的，但是你也没猜对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想起啊，我这辈子啊曾经给两代皇上办过十二次的册封礼，要算上这次呢，那应该是十三次了吧。每一次啊都有新鲜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在我这个年纪啊，办一次少一次了。老祖宗龙体康健，赶明儿还有曾孙伺候您呢。哎呦，你看这东西置办的不错嘛，还有这么多的新鲜的东西，哎呦，比我出嫁那时候啊真是强多了。丫头呢？苏麻还在梳妆打扮呢。东亭啊，在。传话叫苏麻拉姑快一点，就说老祖宗御驾亲临了。这我看呢，你也别瞒我了，我什么没见过呀。你呀给丫头点面子，亲自去请他。这苏麻，苏麻，老祖宗亲自到了，你快出来呀，快点。苏麻还没出来呀。苏麻，苏麻，朕令你即刻出来。怎么着，你想抗旨吗？啊，苏麻。